小杨的一天，上午出去玩，下午洗澡，晚上直播，他已经很累很累了，他要睡觉了，眼睛已经眯了。去玩。去玩，你今天出去过了吧？出去玩？走。我刚忘记了。你今天是不是出去过了，霞？你是不是今天早上一起床啊？你干嘛不看我？一起床出去了一趟，然后洗澡之前又出去了一趟，然后洗完澡又出去了一趟。你今天都出去三趟了，不能再出去了。我们吃个饼干吧，吃个狗爪子饼干，好吧？就当你出去过了。嗯。